大家有没有试过为了美食而排队呢？今天要推介的美食是无虾雅，真的可以令人心甘情愿地加入排队的大军。经典红红麻辣烫无虾雅，无虾雅是老成都的特色美食，在四川特有的无菜中放入虾雅，而无菜的选择丰富多样，好吃又不贵。这间的虾雅现点现烤，然后放入锅中吸满麻辣的汤汁，好辣新人吃一啖就会爱上，再揀返喜欢的食材一起搭配，虾鸭和各种配菜浸在红油入面，油香浓郁，再配上一大啖米饭，真是超级满足啊！而餐后的招牌玫瑰冰粉，冰爽冰凉，清甜可口，解辣又解腻。老肥无虾鸭就隐藏在文字地铁站附近的街边，不好看店面不大，人气简直爆棚，任何时候店入面都是满满当当的人，可见味道是有几咁吸引人啦。而这间的无虾鸭外皮酥脆，内里多汁，再加上无肚、千层肚、秘制红油一淋，一啖落去简直正到爆，满满一大盘的无虾鸭，梗系唔可以自己一个人独食啦，最适合同朋友一起聚会，一起无辣不欢。